不要跑！不要跑！一只，太会搓了吧！好想要搓牛排，搓牛排，搓牛排，有牛搓吗？牛排，牛排，算了，没有啊。先播突这然一次。讲到牛排，突然很想吃。对啊，哦，该吃牛排了。该吃了。不对，明天就可以吃了，但是不是牛排。对呀，我又搓，我又搓到一只了。你烧饼跟豆浆。哎，有一只，如果用弓箭射兔子。小雨，你要不要？我多了一张皮。好，我来了。等一下啊，皮，这个，又有人来了。射手，哎，宝可梦那体边育季唱的歌。哦。没空，我要喝东西。哎，我在开台前把我的体力刷完。哎，兔子呢？哦，打火机，哦，每次忘哦，记手打火机。小雨看我脚，我脚。哦，哎，你这鞋子好可爱啊！我的脚，耶嘿！安安哦。可是他不知道会不会坏，感觉上好像不会。知道，你有没他有是坐可以，下来看你吗？可多以，去他给可以他穿扒拖。扒看。干嘛看人家这个是洗野澡人，啊？你给我看人家洗澡，变态！他还有一个保暖衣服，哎，可那保暖衣服超难做的。超那级难做，超那级难做。兔毛鞋的功能是提高潜行效果。哦，就我没知了。保暖哦。他是写这样，可是抓兔子他可不是可以耐寒吗？还说是，没有写，他只有写提高潜行效果。还说是别霜啊？因为有一双是可以耐寒的。火炉，他不是就写保暖靴吗？火有一个炉在保保暖暖装啊。兔子要养在哪里啊？团团家后在面。团团家旁边，等一后下，面的地方。他说点右键是解除装备，可是我点右键好像没有。哦，有。哦，有了三只了，哇，三只刚刚在我旁边。你蜥蜴不要跑，哦，错，不要跑，哦，错，我射到兔子，太猛了吧，射到兔子，没有，因为这个弓哦，箭它其哎，实没有射距离比很较远的好话，射哎，很好射，它你用那个中间那根瞄就好了。对啊，你看，等到这边。用射的比用吹等的他，好打等他这边，我还射了很多很只好松射。鼠呢。哦，真的你很没有，好射，你没有要，有松鼠皮吗？没有，就啊，肉没而有，已。哦，见啊，我要盖火炉，我想看一下火炉的作用是什么，好多蜥蜴火哦。炉好像是装饰的吧，就是家具啊，好像就家具，好像就是家装饰具品。哦。看到他了，那我不应该盖在这里不要跑，吧？不要跑，不要还跑，有吗？啊，这这，不要跑，蜥蜴不要跑。哎，你怎么潜到水里面？就是他们都冲到水里啊，超我神直接秘冲到对面去啊，太过分了！兔皮，兔这皮，聊天室的母汤什么杰瑞说用中间那根很好射兔子，你都在讲傻什啦？么啊？你们中自己间哪一想根？歪哦，哪一我好根像啊？我一开始还不知道它中间那根是什么，后来知道，我终于好像知道了。有点死皮汤，我看。哇，这边有四个野人啊！而且弓箭可以回收，还不错。对啊，对，弓箭可以回收，抽到了，小玉，对，这是好用。耶！哎呦，叫什么啦？又来了，哪里？哦，不我只是从村子里面来的。好哦。哎呦，跑不快啊，抓去你了。还缺几张我家皮后面，啊？我家后离我们面。家这边附近有一个洞穴，你们看过吗？有，就是哎我们呀，做刚刚错那了种。啦！哦，错我就是要等杰克过来拿完潜水衣，我们要。哦。等到我们家后面。啊？有什么？所以你哦，好要了，再收集三张皮啊！这边这个洞就是没我有们电商错上次的洞，啊，所以里面有 samurai 是吗？就是那个什么刀了？有哎，对吧？对耶，对，不然十蛇皮刀鸡，拿的，蛇皮鸡可以下去找武士刀啊。那你他可以现在没拿武事士做刀，的话，要一起下去找武士刀吗？哇，这边怎么那么多秃？可以可以，不然蛇皮一个人下去，后面可能蛮危险。对啊，因为他的现在攻击比较。云月好，走走，云月大大，晚安，晚安嗯，哦。扶持一下，走啊就走啊。走走走。可是我不一定找得到那个位置哦，因为当时我们也是乱我走，们是我们迷是路乱很走久。的。先帮哈基，哈基在跟女生打架，女生一直在叫。掉了，你们弄，等下你这个也啊？太大了吧？太大了，怎么女生太在大叫，了？太大了，什么？就是有点18禁，不行，我觉得不行。他没穿衣服吗？对，他没穿衣服。那他有穿裤子吗？
打坏，我看不出来，看不出来，灰什么？那灰什么？我看灰沙是，对，黑黑的那一圈也很大，是假的，黑黑的那一圈啊？你在哪里？欸、他把我家打爆啊！这女人，哇，哦、他把我家打，这女人把我家打爆，直接打爆，哎、欸，好扯、啊。哇，太扯了吧！连修来不及修。对啊，他把我打爆哎、欸、哎、欸，现在他们会攻击家里耶，好扯哦，以前都不会。哇，你以前会偶尔挥两下，可是。对啊，不死，我死了，扯翻天哎、欸！那我现在又要盖家了，烦死了。家被打爆了吗？对啊，对啊。会不会？哎，鱼友先去了哦。啊，你在哪里？我下去了哦。人家是史莱姆的第一个家，你是熊猫团团的第三个家了、欸。盖三个了啦！熊猫团团第三个家，之前已经盖两个了哎、欸。你可以盖一个不一样啦，他们都嫌你的太丑吧？不，你说谁嫌的、啊？野人呐、啊，野人嫌你家太丑，要你再盖、啊。熊猫团团第三个家，盖什么样子的、啊？你是从家旁边的洞下去吗？啊，是，我是从那个就是刚刚哈基在打架那个洞下去。对啊，对啊，就这边啊，就这边，到这边啊。有好多头可以拿哦，不想对哎、欸，重点是什么？药品棍爆掉没了啦，白痴哦！全部药品都没了、哦，没关系啦。对啊，哦，那个啊，飞机那边应该还有吧？嗯、啊，没关系啊。哎、欸，有只野人在我们家逛街啊！哎、欸，来来打小雨夜家雨夜，打雨夜啊！不行，不行，你打你打他，我修我修我修，真的是。哦，你真的是母汤哎、欸，乱破坏我们家，你是嫉妒我们吗？哦，应该是嫉妒我们吧。啊，爬上去啊，爬上去啊，这边吗？对，爬上去。我不射爆你！你边打我边修，来啊！射完了。为什么你们那边修，我们这边有声音呢、啊？对啊，超远的，我刚刚一直吓到，想到底是什么声音啊？我忘记了，真的哎、欸，是这里，我这边超有声音。哎、欸，怎么知道有没有坏呀、啊？你就是拿那个锤锤看呢、啊。如果你拿个锤锤，哦，我看到条了，我看到条了。它显示一个叉叉，如果你拿那个的话，它会有一个圈圈。有。然后应该没了，是什么东西？哇，好喘！等一下我，哦，喝个饮料，好喘啊。你知道，我看到这边，我最担心是这个东西。我以为你家是最与世无争的哎、欸。我也以为你知道，可恶！他已经换了第三个家，已经哪知道会空降。我现在要担心我家了，喷了就是这边这边50刀、欸，你找到了、哦，对啊、哦，找到了，快啊！我这50刀是不是跟电锯放一起啊？对对对对对，不一样，哎，不一样，在附近，在附近，附近吧，差不多。要绕，要再走前面往前走一段路。哇，这边也太多钱了吧？是怎样？捡拿来烧，收拿来拿烧一烧。我、嗯、这有没有 Samurai 啦？太好了 ，Subway， 你终于有 Subway 了 ，Subway 可以吃了，是不是？哦， 好久没吃 Subway 了，好想吃哦。手表的，哇，这是怎样？在做实验是吗？哎、啊欸，可能都盖三个家了，好有钱哦。啊！我不想盖了，累耶！啊，人家那么有钱、啊欸，对啊，现在砍这个很快啦。是很快了，只是还是很累，你知道吗？不用，不累，不累。帮你，我来陪你砍砍了。我忘记电锯是在哪里了。你们就继续探吧，应该我再往前，应该继续接着往前。对，可以。你可以把野人洗一洗。行。好像不行，要洗机洗不掉哎、欸。对啊。哦，是真的还蛮快的。啊，我觉得这个真可以。就是、你要干嘛？你要干嘛？干嘛？洗一洗的肉质会比较好吃。嗯、好 哦。如果你想保存，你要放福马林哦。哇，专业。你要常看那种推理小说之类的啊。嗯，我们的电锯是不是要先打回那个打掉？好像那个木板都不对。好像是，我已经忘记了。电锯。忘记。武士刀比较好找，但是电锯也是。哎、欸，团团差不多了吧？嗯，应该差不多了。那上面是灵芝吗？我很好奇哎、欸。有些木头上面很像灵芝的哎、欸。哦。可那个没有。这个兵走回来了吗？嗯，你走回来了吗？
我在到处乱看。要怎么补充燃料？怎么就……我先找你。啊！蜘蛛！打啦！打他！哦，补一下全满哦。什么东西？那个电梯、啊。哎、欸，鱼，你是上去了吗？哦，我往回走了，我往回走了。好。什么色？啊就啊！来帮你挡盖。哎、啊，满、欸、了、哦。满了满了，我先回去，我先回去。啊，这片也没有登山镐，对耶。对啊。哇。没有登山镐。慢慢登山镐很里面呢。登山镐很里面呢，超里面。对。这个也要慢慢找了。天哪！我现在每个人都自行要。我来修复停车场。哎。哎呀，野人又来了，不要啦，放屁啦！我的停车草屁哦。我是改家。哇，走过来很惬意嘛啊啊啊！看屁。那么凶啊，压力很大哦。压力很大，院长。哎，那网球拍，网球拍，打网球你。谢谢你网球拍。哎、欸，我们走那么深才拿到网球拍，你现在就拿网球拍。他搞不是走很深拿回来，我好不容易拿到，你看。我都要秀给你看的说。然后就被打爆啊。你看看，我也有网球拍呀、啊。那就被打爆。嗯。然后第三波守塔，来第四波那个拿武士刀了。哦、嗯，原来是这样，听起来好可怕啊！哎、欸，我把车归位了哦，对吧？你要不要开下来？帮团团盖家。嗯。团团的第三个家，等一下，第三个家，我忘记是哪边的哎、欸。我的家要很艺术啊，乱盖。你这样才会被，你这样不止野人会猜，你邻居也会猜哦。哇，等一下这个进击真的有够奇葩的，不行！这盖出来是什么东西啊？这什么鬼啊？我怎么中间会有洞啊？对啊，我把它拆掉，我把它拆出去。啊，我知道你那个啦，你那个四个角的顺序反的啦。嗯，应该是反的。我都集中在这了。嘻嘻，对吗？嘻嘻，锅子可以做那个树枝收集器。嗯，对。树枝，树枝砍树就有了。我、哦、又满了。哦，好哦。不会啊，你跟我一样用个加九就没了。这里好像有来过，很多行李箱浮在上面的地方。团团的家在旧址吗？对，对啊，就职，就职，哎，这在哪里啊？最惨兮兮，啊，你真的好强，还卡住，这里，是不是没办法施工进去，只能停在这啊？对，对吧？停在门口，而且你走过来还要跳一下。啊你好，走上来跳。哎、欸，高度不对啊，设计有问题哦。我已经放弃了，反正 你这种台阶就是人家走一走走一走会突然踩空的那一种。我看到了啊，会跌倒了，对吧、啊？会多踏一下。啊、你盖的再怎么漂亮，再怎么精准，被野人踩两下就爆了，有差吗？先要做防御措施啊！已经放弃了，我都已经做墙了，你直接周围都放陷阱啊！嗯，君子不防野，防君子不防野人。好吧，开个路灯好了。等一下，团团，你这个只是地基是不是？对啊。啊，有够累的，上不去了啦。对啊，就这样就好了。而且我这个地基。这里我们也有来过，可是我忘记到底是在哪里了。好，我要来规划楼梯。盖书屋没用啊，他们也会爬、啊。对啊，他们会爬书屋哦。哎呦，凉亭哎、欸，干脆加盖凉亭就好了。白痴，我盖这地基干嘛啦？我要盖凉亭就好。我杀了你哦！我气死了！给我把东西吐回来哦。给把木材吐回来哦我刚刚才看到了我砍爆你我砍爆你我砍爆你哦好吃啊我呀我倒了你被打爆了被打
被打爆，我带到画面了，死了啦！